难测，你就飞高一点，加油，往前跑，再打上挑战去。高一点，我们真的很容易，不是你们过关，还是你就转回来，你就转回来，飞机飞起来没关系。不是，他怎么会这样往那边飞？小二，你这样点。下机会啊！你要再次来，再来，再来，第二次哦！一、二、三，飞起来！飞起来！奶油挤多一点点，让它有点重量。你先想一下，你要骂阿彪的台词。快快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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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飞起来！上！飞起来！飞起来！上！飞起来！等一下，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这个靠近的，这个很接近的，这个很接近的。靠近的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停止他了，停止他了。破解挑战失败，不是获得了一张可以通道贴纸。没有穿衣服。快点，快过过看。对啊。你们来，你们来。每个人都玩一次，然后所有薪水全部都一半。哦！啊！哦！快！阿彪，你装逼什么？这个处理一下。你装逼什么啊？这个处理一下。好。好像有点厉害。而且他玩又刚好掉过。对。哎，踢过。哎呀，汪汪够大。你知道汪汪那个饼干飞起来就往前带出去。好啦，花姐挑战失败，获得一张退通道贴纸。他好意思给我贴纸吗？你把握你够就大了。阿彪在那个位置，那好意思吗？阿彪，阿彪的钱今天会给你，好不好？阿彪支持到，跟你抽到一号有什么关系？而且跟你玩游戏有超的。对啊，亏啦，亏不丢。好啦，可惜，来挑战失败，全员请回啊！我觉得这很不开心。你现在反而要积极，你要积极，我等一下，要有一有二，就得到第二张，拿第二张，有一张就要有两张，一个人就要积极，有一号，第二张是一号，等一下，他拿这个时候要变一号，对了，你看连续两个回家很爽，对啊，拿一半的钱，时薪很高啊，拿一半的这三分之一的班，对啊，那我觉得这里点三倍券，我杀你，我杀不了你，我杀你。